主料糯米粉1000克，辅料山楂糕、熟芝麻、糖桂花、核桃仁、面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将山楂糕放入大碗中，用勺子捣烂，核桃仁切碎，芝麻用擀面杖擀碎一些，把核桃碎芝麻倒入山楂泥中，倒入糖桂花和面粉，彻底搅拌均匀。彻底搅拌均匀。烹饪技巧一：山楂糕的酸甜度不同，如果太酸就要加些糖或蜂蜜。二：加入面粉是为了使馅较干，更易成型，量要根据情况调整。调好的馅不能太软，要达到比较硬的状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